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九宝，可长时间没来我二哥家了，家里几十拿给我煮弄，今天来我二哥家，放在我二哥这儿坐车，走，娃娃们，快快走。妈妈，快到格兰巴。这个毛毛上就到了，咱俩走不动了。嗯，快走。走走走走，去什么去了？去了。我嘛，咦，来就来了，还闹什么闹？哪里咋坐车嘛？哎呦，走走走，回家嘞。看这，哎，这个西瓜还好着。哪位吃烤肉？找这些小客吃。赶紧吃啊！你常忙着，今天咋有时间来了？我说时间可长了没来你们家来嘛。我今天跟一上啊来了串串儿，啊，就是上来串串尝尝的，习惯凉凉的，你说不吃啊？我二哥了，你二哥干活来，里面做活来。对，这个你们这把猪脑脑上来了，咱们该好好吃的嘛。起来，煮囊洗净了，凉水下锅。葱、姜、料酒去一下腥。水开浮沫打捞出来再洗一下。换水再煮。葱、姜、干辣椒、花椒、八角。低糖、老抽，来两把盐，最后再来炖肉料包，小火慢慢让煮着。我嫂子说是他们家的玉米也能吃嘞，我们上来摆点玉米，再摘一点豆角，这还有些唐姐姐。二妹，唐姐姐好了。嗯，不说甜甜好吗？摆的吃不开。出来，二妹啊，咱们猪脑肉咋个吃？弄了点蒜泥再来吃。那行，那你等等给咱挑哈。啊。来，二妹吃一桌耳朵。我妈你可把这桌都不香了。今天来我嫂子家，我嫂子给我们煮了一桌玉米，来了一桌野猪肉，还捞了一盆子菜，挑了些凉菜。你喝米汤吧。那行嘞。嗯。吃，今天这个肉我看给娃把这个卤好了。可小这管吃啊。嗯，给娃，你今天把这个肉可卤香了。这样蒜泥吃才好吃，不蘸这个也好吃的。二哥，好想来你们这儿了，我婆一天把我光脚干活干活一天来不了。跟着跟着光脚就忙着了，我就随便一说，常出不了门。结果儿子嫌我让他干活来，给我儿告状了。好好干了，不干两娃都睡着了，你不干啥去了？啊，好好干嘛？儿子正年轻着了，好好干了。后大后妈，你们好好吃啊，吃了咱们一阵串走。啊，那行，来这。哎呦，我子。吃吃，放个鸡巴来。嗯，这这管吃巴适，蒜吃倒吃啊。过来过来。
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，喜欢的朋友给我点关注点赞，谢谢大家，拜拜拜拜拜拜。